他要问他种的这个应该是水蜜桃的叶啊吧？伊讲这叶啊是安怎吼？是有伤哦，有伤还是病？最近呢，伊有喷这多宝链霉素糖油啊，代克力呢1500倍，啊，搁有咱的非克力7000倍，力难收。哦，所以老师，如果那是破病的话，那要用些什么药？因为这期因为拄啊甲查过吼，这个力能锁吼，这个物件这应该是这个可湿性粉剂吼，这应该是这个赛灭精啊哈。那么赛灭精吼，所以呢啊，这个大概大体上吼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吼。所以啊，这药但是这药啊用吼，就讲啊，是不是因为农药吼所产生的这有害吼这个？啊，老实讲吼，光看这个叶子呢，这其实啊，不啊，感觉起来呢，吼，就是光看这个叶子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啊。这公斤呢，啊，但是就是讲，伫这个桃啊，吼，这桃啊，咱桃啊，这通常是这落叶果树啦，吼，这啊，伫台湾来讲，尤其伫咱山顶吼，这物件咧种呢，其实啊，会有很多哈、啊，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哈、啊，这。啊，什么款的一个这个，什么款的一个这个问题啦？吼，就是讲啊，因为有可能咱伫幼幼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湿度伤过头高吼，所以其实啊没有那么好照顾啦吼，所以基本上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吼，所以呢就可能伫家呢啊，咱呢真歹来解药啊。那么目前解看解伊这个叶啊吼，叶子的迄个状态吼，这看未出来吼，这其实。真的没有办法，而且好像也没有一种病害，是不是？除了这个疫病以外，哈、哦，除了这个疫病以外呢，很难去想象，吼、哦，这是什么款的一个这个啊、什么款的一个这个问题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因为是不是进前你转药啊，进前吼，进前几天，那么伊的一个这个啊，落雨还是讲湿度真高，吼、哦，所产生的一个这个疫病，哈、哦。那么这通常叶子的这个疫病可能会当去看到这款的这个，因为啊，这个疫病伫较老朽的这个所在吼，叶啊那较生色啊吼，那么就比较不容易吼，这个啊就不容易有这个疫病吼。啊，那是讲伫较紫叶的时阵呢，就会啊，就讲伊较幼叶嘛，啊较幼叶的时阵，伊即嘛。啊，去南调好，南调好呢，伊就较容易来改产生着啊，这款吼，咱就去许呢啊，这个药呢，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应该是含这个许做伙吼，比如讲啊，咱咧用的时阵吼、哦，大概是软菌纲这类的这个。啊，这个病害吼，所以呢，你伫这个用药吼，比如讲你这边转过了呢，那么可能爱稍来注意点吼，稍来注意点吼，这啊、其实还是会的吼，这有当时啊，伫咱头啊内底吼，那么当然伫热的时阵，我那会吼，这个伫热人个温度较高一丝丝啦吼，那么热呢，小夸果树吼，伊个热。去南调吼，当然咱有套袋就较袂啦，啊，若无呢，小可去南调吼，啊，伊真容易吼，真容易产生着这个疫病吼、啊。那么桃啊，这阵应该上严重，应该是这个穿孔性的这个啊，这个细菌性穿孔病吼、啊，这定点啊也更难过吼，这一般通常啊上严重应该是这种的这个病害啦吼、啊，所以你这爱小。啊，小注意点哈、哦，这大体上呢，那么伫各管顶有一种这个类似像啊，这种也是会有这种疫病的这很凶哈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哈、哦，所以看起来我不太认为是药伤，因为这药啊哈、哦，啊，比如讲多宝链霉素啦，哈、哦，啊这糖油啊这些物件呢加一加哈、哦，这个。啊，较无啥物款的一个问题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啊，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吼，即、哦、款呢，所以啊，那是因为这叶啊较紫叶吼，所以呢，啊，咱会去推断讲是毋是吼、哦，是毋是呢？啊，是毋是伊的一个咱的疫病的这个部分吼、哦？那么你也当用这个疫病的这叶啊吼，并讲像。啊，伫桃啊，即只食吼，即、這个用一寡即个啊，即、這个糖麦芬啊、亚脱敏之类的即个用药哈、哦。那么这个大体上呢，拢会当改控制掉嘞哈、哦。这
平地可能会更加严重哈，平地平地水蜜桃，平地水蜜桃，咱有当时啊也去拄到的这个啊，大概这种的这个这个情形会较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温度较高，你山顶要好一点点哦，所以啊，这个问题会稍微少。但是呢，可能啊，我是建议的哈，嘛是搁注意者哈，可能是这个啊，这个叶啊疫病啊，但是较慢一点嘛，一般来讲的不太会，因为实在是看不出来是。啊，是这款的一个，一个吼，就讲看未出来是啊，这个药伤，因为药伤一般拢会较容易这个啊，这个感冒期这种的这个情形啦，吼，就讲伊啊，较未遐尼啊明显吼，所以呢啊，你这看起来不太比较不太像吼，所以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那么这当我咱好朋友吼，小做姐姐参考吼，大概。啊，咱伫即个就会钓钓吼，大概就那几个病嘛吼，即、哦、啊细菌性穿孔病吼，即、哦這个啊咱一挂即种流交病、褐腐病、褐根病吼，即、哦這个梭叶病吼，即、哦這個、较接近吼，啊但是唔是讲干阿只个病啦吼，但是啊得较特殊诶啊，咱伫这方面咧需要注意着，所以你即个可能就是讲啊用一挂吼、哦，大概配合一下吼，即、哦、伫。有呢，这回来改做解这处理哦，这应该是基本上你这样用药是没有问题的哦。但是你讲啊，我是建议哦，你当个加一点啊，易变的这个药啊哈。那么这回来用啊，这个呢，塞普富泰宁，这个当然三佛明哦这一类的都可以哈、哦。这甚至呢，百克明啊、哦，那么这小喷一下，应该就无足大的这问题。你后一遍要喷的时阵，再给它加一点哦，这个应该就没有什么。太大的一个，因为这不是很严重的一个这个情形，但是看起来其实真的不太像是要害了，这个啊，这是我小小的一个看法，提供给你做参考。